首先恭喜问题总部正式脱离居家隔离状态耶！ Yeah. 你在家都在干嘛？在家跟猫对看啊，它压力蛮大的。它不习惯，因为你看它吗？是因为我一直待在家。隔离在也是看 Netflix 啊。猫妹压力有很大吗？还好，它很爽，它爽到不行。这就是狗跟猫的差距。这样呢？我看那个巫师猎魔士哦，对，猎魔士还行，第二季还蛮好看的哦。现在大家都要讲是不是？我喝掉三瓶威士忌，才三瓶哦。你是从一醒来就开始喝吗？没有，下午就可以开始啊，反正不用出门。你最近居家隔离也可以断片。啊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我在想，我们是不是要把居家生活把它拍成剧？太无聊了，起来会剧啊！我脑子都在想这种工作的事情。哇哇塞，时时刻刻没办法放松哎，好辛苦哦。对啊，我们要不要把我们之前做过两集嘛？我们之前没有把它拍出来过，玩玩看啊，试试看。有预算啊？对啊，看起来是有预算，因为已经有人在拍了。谢啦，我们可以再找一些人来 fit。我又很会玩哦，所以跟之前一样接力嘛。后面那一组人可以有权利跟动前一组的所有东西。你想干嘛？确定哈？确定哦。上次我有一次改掉，大家好像都蛮生气的。哪有啊？大家生气啊？我们五六年了，应该经得起这种考验吧？哎，你不是有朋友做 DJ？ 你都做，你都 Beat Maker 他们？对啊。比如说 Beats and Friends 或 Natown 来都是。对啊，我们都是一起表演演出，但是玩这部分可以试试看。我觉得可以。抖音蛮酷。他们人们都要选哪几个？最帅的老舍啦，老舍的。你选谁？你选谁 ？Harry。被点台，被点台。那不然再一个，这样加起来七个。可乐。他们说好哎。八个人怎么分？怎么分？这四组，两两一组吗？有没有人特别想跟谁，或特别不想跟谁？哎，我跟子恩吧。我觉得你很适合跟小伟一组。好不错啊，我们可以玩一下。他就在工作 ，EP 也是。啊，你们呢？你们要一起还是分？我可能跟 Natown 其中一个，就是跟 Beats and Friends 其中一个。那你跟 Harry 最后了，我跟 Kron。哦，那就是。那顺序的话啊，古先吗？二，你们二确定吗？我怕做完哦。对啊，我觉得我们太强了。第二组就做完。哦，那第三、四组可以改。那我们要设一点，我们是不是要设一点任务在这里面，就是让大家不要那么时间啊，时间那么简单的，限时两个小时差不多了。限时之外，我们中间我们给每一组一点小任务。子恩好像很不喜欢吃药，哎，就是像中药有点苦的那种。二十分钟喝一杯中药 ，OK。然后两个小时做完就想睡觉了。哦，然后也做完了，对，差不多就很刚好的。你跟可隆干嘛？你跟可隆熟、啊，是不是不认识？我跟可隆超不熟哎、欸。那我觉得担心哎、欸，不能太大的性感睡衣之类的。性感睡啊，睡衣啦，好不好？穿睡衣可以。有性感吗？啊，也行了。我问一下可隆有没有，好不好？啊、我们呢？我们哦，吃番茄啊。他不吃番茄派对。不要。我们吃香菜。不要。包子、馒头。都之类的，好那个便当，二十分钟一个便当，好饱、啊。好了，包子啊，包子、啊。我觉得包子等同一个便当了。就我们吃包子的时候不能做别的事情，就我们不能做音乐，我们限制，我怕我们做太快。没有这么快，那我们第三组感觉歌也都差不多了，哦啊、我就做完了。我就看你们做多少。我刚吓到。啊，剩一组，来换你们了。我真不知道要干嘛、欸、Henry 会跳舞吗？他会跳舞。讲话不可以讲到那个你我他，讲到就跳哇！好啊，好，我们整理一下，所以第一组是子琪跟可隆，对，然后你们的睡衣派对，睡衣派对，然后第二组是我跟建安，好，中药养生派对，有吓到吗？有，中药养生，蛮恐怖的。再来第三组是韦德跟玉生，我们是包子派对，记得要够大颗，在 Hana 跟 Henry。跳舞派对，好像蛮好玩的，应该是能听，自己可以出发了。OK， 我现在就出发。哎、欸，你现在有空做音乐吗？哎、欸，我也有空。哎、欸欸，哇，你怎么穿这样？潮吧，潮吧。子琪，我们今天要干嘛？我们今天要一起做一首歌。你觉得我们做出来可以啊，我们有你耶。好，没救了，就靠你，没救了。后面的大家。加油加油，我们穿这样可能等一下直接就睡觉了。大家，我们来到这个 Kukulong 的家，掌声欢迎 DJ Kukulong。
他是一个很屌的 beatmaker 跟 DJ， 之前总部演 EP 的发表会 Live Leak 的时候有邀请他。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穿着，就是我们这一组抽到的小任务，就是我们必须要穿着睡衣，因为要进到酷孔蛮紧张的。我还是要稍微准备一些东西，不要真的空手来，所以我把我的最近的新玩具带来，这是 SPD， 然后跟接了一个大鼓 Trigger， yeah， 等一下就可以这个样子。今天看你做啊。看我先看我做吗？帮你操作。先看我做吗？不然多弄一弄，多弄一弄。我直接做完吗？直接做完。我直接做完，然后直接走。直接卡啊！我知道了，我们定个速度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84。84。我们今天看84。我现在看的是84。哈娜接招吧，唱不出来喽。我们要做一个哈娜绝对唱不出来的东西啦！怎么可能唱不出来的？没有啦，不会啊，我觉得他可以啦。我觉得他每次都会突破自我。好啦，这个中间有一段我觉得不错，这样是可以的吗？我们不行，我不知道啊，反正不知道。没关系，反正后面的人会帮我们。没错。来吧 ，Africa。Oh yes, oh yes, 我喜欢，就是这个。你说用这个吗？啊。Oh, damn. 我每次只会调 BPM 而已，我的贡献就是把 BPM 改慢一点。哎，这是很重要的贡献，好吗？个没。我现在在看古龙表演。闭嘴。哦、oh, ，很帅啊！跳在拍子上，宕机了。对，宕机了。糟了，紧张了，我刚好存档了。紧张了，宕机了，各位。完蛋了，这么 real 的，我一定没存。怎么办呢？哦，真的没了，连那个都没了，我什么都没存哎，我是白痴。好吧，我们就还原一下，还原一下。对，请 Google 再还原一下。看，我们真的没 C 欸，他直接没存欸。那个玉生、子恩、建安、韦德，还有 Hannah、Henry， 记得要存档。还差一个东西，不然你弹个东西再说。真的假的？好，听听看。什么跟什么？你觉得要哪一种的？要很亮的吗？轻轻的东西吗？我想要有一个。我要一个亮的，然后是碎的的 percussion。你说亮的碎的 percussion？ 对。好了，我们尽力了，我们的时间到了，给大家听听看目前有的东西，好不好？哇，开头还要这么帅 ！Intro。的一首歌，搞不好直接被拿掉，什么都不存在。没了。耶、yeah. ！恭喜，谢谢子琪老师，谢谢酷酷，谢谢子琪老师，回加班，回加班，没事哦。没事啊，这个也只能说没有存到档，没有办法。不会啦，看我觉得很屌，就是后半段。谢咯，就是跟我原本的东西完全不一样。我想要做出一点贡献，不然我不知道干嘛。蛮期待子恩跟建安会弹什么东西进去。从零再重新开始，大家加油。哦，我操、啊！你们是怎样？你们现在是怎样？工作啊，工作。早起，早安。啊，你们知道你今天是来拍片的吗？好像有这件事情。嗯，要做音乐嘛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，做音乐，嗯，真的、喔，真的知道。做音乐喽，做音乐。先来喝点提神饮料。然后规定自己20分钟就要补一次，让自己都一直在非常专注的情况。来吧。谁弄的？中医吧。中医啊，就是你要去看中医，他才能给你这个提神饮料。那你们自己回家吃。对的、啊，没错没错。耶、yeah ！哦，这中医厉害呢，超有哎、欸，哦，超有哦，我亮起来了。哦哟，这好像有一点感觉哦。被子拿起来了啦，干嘛？这么快又要换我了？换你啦！像有样子喽！我靠！又要补提神饮料了啊 ！Happy time， 来来来来来，或者等一下我们就直接也不用杯子了。哦哦哦，我以为你是说没有遵守游戏规则，可以考虑，可以考虑，耶、yeah, 一、yeah. yeah, 提神。我等一下吉他剪一下，好吧？哎、欸，那我觉得你换就好了、欸，你换就超好听的。哎、欸，拍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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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该提神了，又要提神了。耶、yeah ！嗯，直接录一个啦。记住 ，nice， 等等等等，蛮好的，蛮好听啊。哦，哎，感觉又到了，又到了，加油加油，快结束了。我在想下一段要不要把 half time， 我觉得可以尝试看看。我们听一看加鼓点就好了。OK， 醒来，换我了，换我了。然后我们把这些做别的事情，这样。哦哟，是他的时候了，对，是他的时候了。哇，轻松轻松。我现在刚好到 tight 的阶段。One, two, three, four。好像就是声音要那个下一组去修一下。对，好啦，这次任务应该是圆满达成啦、啊。Yep。这个中药真的是有点驚欸。哎、欸，这边这边，我们分两口喝好了。吓掉了，没有人再分两口喝的啦。不是啦，就是中药要一次喝掉，你知道吗？真的看起来真的很难喝，超难喝。OK OK。还是我们这一集就开始。没有，超棒的，谢谢各位，我们交给下一组接力了，你们加油，玉生韦德，加油，啊，努力了，该睡觉了，该睡觉了，8点半到下午5点半，回家继续玩音乐，痛苦，但是爱音乐啦，相信音乐 ，OK。See
好意思追，追完了。